文天听堂的上帝，我感谢你，赏赐我真凉爽的天气，来到圣殿来敬拜你，恳求你的神，甲阮三个弟弟，通过礼拜，通过阮的娱乐，甲阮的参悟，互阮对你话语来学习信仰的功课，来行人生信仰的道路。阮恳求主你啊，赐阮谦卑的心，啊，愿意学习的心。对你的话语得到启发，也对阮人生的路有搁较清楚的把握甲看见。阮要开始礼拜前，献上阮的感谢、恳求，也恳求你啊，赏赐阮用真实甲心灵来敬拜你。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应应地地上帝创造地界的，伊无夜也无神，伊的智慧无通测度，夜神的伊予伊能力，软弱的伊加提伊的气力，瘸的人也会夜会神，臃肿的人也会跋倒，独托瓦靠摇花的要得到新的气力。伊要亲像燕鸟，体实飞悬，因走也无影，行也无声。咱坐声当心来吟诗俄罗上帝，咱来吟神圣诗第26首。但愿感谢上帝，咱起立来吟。
红心来告别咱的信仰。创造地的一切万法，如果万里主，万心移动也主，亚述移动，上帝都是听。伊伫一切世代以前，对百姓，对上帝出上帝，对根出根，对真心出真心，是生的，是受造的，甲被安置安排，对来创造，伊就安排。咱进入对天干，对圣教才是罗马尼亚主席下最难。日本流要不就来，为咱电视给受咱拜作，照圣经所记载第三日复活，就天现在真被正面，伊要伫天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越国无穷无尽，唤醒修属活命主圣神。对白甲影出，甲白影当受敬拜，当受耀光。伊要托真理讲话，唤醒一个信、公道、速度的教会。愿告别一个话，得下罪洗礼。愿希望世人都来世活命。阿门。咱同心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翻过一摆，聚集伫你的殿宇敬拜你，当阮通过主耶稣的宝血，成做你的儿女，阮就意爱伫敬拜中经历你的同在。常常，阮亲像婴仔伫母亲的怀抱中，互你疼惜，伫你的胸前听你的心跳，感受你每一个呼吸，通过亲近你。更加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来更加疼你。父上帝，你是圣洁的，你爱阮圣洁。在充满试探的世代，特别是资讯用电的速度在流通的今仔日，只有全能的上帝时时地监察阮的心思意念。求你让阮每一摆未叮当阮的手机，也是开一个网页时。通荣耀你的名，阮阁要自行看耶稣，享受伫真理中得到的自由，迄种无犯罪的自由，阁仰望，予阮信心起头，阁坚持到底的耶稣，领受实践真理的快乐。感谢教会头主耶稣基督，伫后边教会要转换牧会团队时。你予阮学习到，在可能变动的环境中，依然有信心参与上。我一生免所查的标来跑走，因为基督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是和平教会唯一的大牧者。2014年，和平教会的开拓所查的标已经愈行愈远。南方教会。在6月15日要开始主日礼拜，7月6日要举行开设的礼拜。求主赐福进入团队甲所有的同工有够用的体力和智慧，完成所领受的事工进度。这个礼拜设备安装的工程通顺利进行。圣神伫早日叫伊的大灵建立初代教会。今仔日，犹原伫南港要兴起属基督的教会，来见证南门教会挖苦的是主的大灵，毋是血气。伫阮对你祈祷的时，和平少年团契有在位的阮的细汉朋友，伫第一届的国中教育会考咧考数学，会考的成绩是报名人数超过学校的名额。排名重要的一项根据。原款的儿女在考试中刚强壮大，发挥实力，解决困难的问题。求主来装备因，通过人生各项的考试，来成就你对因生命的计划，教导因无靠家己的能力，反倒转为倚靠你，让因成做一生追求你的人。阮知影。
台商伫越南遭遇真厉害波动，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威胁，求助施恩人民帮助后续的处理，会当得到越南政府公正公义的对待。也伫困境中，知影倚靠上帝。阮纪念和平的兄弟伫越南的工厂员工，阮恳求随从长老的夫妇会当平安，等来阮的中间。阮是土的气躯，本是真够讲破，无体面，也无啥物价值的，总是武丢迄种无通比的至宝。主耶稣愿意点伫阮的内面，拣选阮正做传达，佮承载基督的器具，和主耶稣的话显明伫阮未死的身躯顶。即时，阮要听从你的话来敬拜你，求你的灵，我地牧师的嘴，通过你的话，甲你三度。我安尼祈祷，拢是奉国外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请坐。咱来启用，启用文第三十篇诗篇第121篇，好。我抬头看山，我的帮助对上主来，伊袂话予你跋倒，伊说的保者袂拄眠，上主是你的保护者，日时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各项灾难，日出日入，上主会保护你。现时今仔日预备诗班，欢迎安尼主耶稣赶紧来，来带咱敬拜。
咱来共读圣经。今仔日主要对咱讲的话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甲十二节。我用白话字圣经来读。所以，阮既然有这个积分，照所得到的怜悯，就无累积。受气杀见效的暗示，无行伫亏欠，亏欠就是诡诈的意思。无混杂上帝的道理，就是显明真理。伫上帝的面前，将家己证明伫达人的良心。那阮的福音有所加看，就是加看伫沉沦的人。伫因中间，伫世界的上帝。唔信的人的心痴迷，面对基督现显现的福音的光照因，基督就是上帝的像，因为阮无传家己，是传基督耶稣做主，也本身为着耶稣做恁的奴仆，因为上帝捌讲，光对着暗里出来的。伊也有照伊照照伫阮的心，予阮对捌上帝应现，就是对耶稣基督显明的来得着光。但是阮有一号宝贝，藏伫土的器具，是要予极大的光荣做上帝的，毋是出伫阮。阮凡事受患难，但是无困逼。为难也无失望，拄到困绑也无受放杀，受拍倒也无死无。身躯常常带耶稣的死，和耶稣的话也会显明伫阮的身躯，因为阮这个的话，话的，道道为着耶稣来交付伫死。和耶稣的话，也会显明伫阮未死的肉体，安尼就死的力伫行伫阮，外的力伫行伫恁。今仔日，咱真欢喜，咱敬听的郑永文牧师伫咱的中间，伊要透办的信息是土的器具中的宝贝。各位主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甲大家做伙伫遮敬拜上帝对保罗的经文做伙来学习信仰的功课。今日这段经文是一段真有意思的经文。经文虽然真杂白吼，内底用的语言非常的丰富，总是内底所带出来信息不只有对咱有真启发性。上面保罗咧讲起伊做一个传教者伊个传道个态度，接续落去，伊要讲起基督教信仰个本质，基督教信仰个形态到底应该是怎样？这个背景，咱知影是保罗根据伊家己个人个信仰经验体会，然后经过对信仰个学习，甲耶稣基督小组个经验，发展出。这种真有意思的信仰的态度甲看法，希望咱今仔日会当对保罗这段经文做伙来学习。大圣，咱拄啊读伫第四章一节甲第六节，保罗有讲起伊传扬福音基本的一个态度。这中间，咱有读到伊讲起三项代志。头一项，伊讲伊咧传扬真理。未失志，绝对未失志，因为伊知影伊咧所讲的是好消息，是真理，是关于耶稣基督怜悯牺牲为着人死怜悯的好道理。第二，伊也讲起传福音的主角是耶稣基督，毋是传福音的人，伊只有传耶稣基督，无传伊家己。
伊也愿意因为耶稣基督的原因，成做正人的萝卜。然后最后伊讲起，耶稣基督就是真正将上帝显明出来，迄、那个真的像。特别伊将旧约甲新约的上帝观甲结连起来。伫最后第六章遐，伊讲，迄位捌命令、捌命令光对黑暗中照出来，迄、那个上帝嘛，今仔日嘛将这个光照伫咱的内心。迄、那个古早对黑暗中将光命令光照出来，咱想想就是咧讲创造的时阵，上帝伫创造讲要有光就有光，迄、那个创造主，这位创造主也是今仔日。通过耶稣基督将真的光照伫咱达人心内，迄个上帝。咱看见保罗讲起这伊传福音的态度，咱未免地就回想伊的人。哈，咱知影伫使徒行传内底保罗三界讲起伊的一个心路历程。原来伊是犹太人，是希伯来背景的。民族的名叫做扫罗，总是后来经历一个真特别的经验了，伊开始使用新的名，就是伊的希腊名，希腊化的名，因为相信上帝呼召伊，成做外邦人的使徒，伊开始使用保罗这个名。对扫罗到保罗，代表一个伊的改变。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咱又看见迄个旧的扫罗，当时在受希腊化教育内底一个真要紧的传福音的使者苏提凡，在传福音的时阵，引起犹太人愤怒，提石头将苏提凡给拍死。苏提凡通讲是初代教会头一个殉教者，当时扫罗徛伫后壁。对这个行动表示赞同，所以这个扫罗是一个抓住自己是为着犹太原来迄个犹太人的上帝，伫大发一个心，要来压迫基督徒的一个人，无拍算无偌久，伊就拄到伊人生上要紧的一个信仰体验，等于真骄傲。真安尼啊，牙关关吼，咱讲得意洋洋。啊，手提咧犹太会堂可以的公文，要去大马士，要去掠基督徒。的时阵拄着，伊一生上要紧关键的经验，就是伊跋倒，啊，伫大光中间失去伊家己的能力。咱来当为这个。出名的艺术家啊，卡拉瓦乔画的图，描写迄个保罗的经验。啊，这个画家用真生动的画面，描写迄个原来真骄傲、自我中心、看家己足悬的迄、那个保罗，摔伫涂骹兜。啊，咱若甲放大，看见伊迄个真无助，完全失落迄个原来迄、那个。自我中心的迄、那个形态，保罗。卡拉瓦乔其实画几啊幅同款的图，用无同款方式要表达保罗的迄个经验。咱若阁放大看见伊，看袂见。当上帝光照落来的时阵，伊煞才知影明白家己是一个痴迷的人。家己是一个无能力的人，什么拢看袂见的人，并无认捌真理，无看到上帝真相的人。另外，一个表达一个出名的这个米开朗基罗画真大幅的画，嘛是咧描写这幅保罗的经验。大光照落来的时阵，咱看见的涂鸦刀的保罗是一副。无助，完全无法度控制家己的状态。这个经验对保罗来讲是非常要紧。当伊尝试甲各外耶稣基督相拄的时阵，
嘛是伊看见家己、认捌家己的真相的时阵，当伊认捌迄位国外的救主，已经真正救我。伊过去咧迫害的迄个救主已经救我，伊相时看见伊家己过去的家己是一个破碎、错误的自我。所以咱看见后来保罗变作使徒，家己接受耶稣基督的使命，受人民做外邦人的使徒，变作一个传教者，就是咱今仔经文所读到迄个家己的身份认同，是一个福音的使者，福音的使者。伊勇敢伫各所在传扬福音的道理。圣经讲起，伊对犹太人传教，嘛对希腊罗马文化下面的人传教。上出名的故事，伫《使徒行传》十七章，甚至去到希腊人上出名的迄个学术殿堂，甲侪铁学家伫遐来辩论，伫遐讲起福音的道理。咱倒转来看伊即个头一段经文。保罗用伊家己亲身经历的经验，就是上面看见耶稣基督做宝贵，上面看见家己是一个破碎的人，家己是一个过去自我中心、错误的自我中心的人，伊为迄个家己的信仰经验去体会到福音的道理，福音的好消息的内涵是甚物？伫这段经文中间，伊嘛讲起。人若攻击伊，伊袂用迄种诡计的方法，吼，无道理的方法，要来共反驳，嘛袂去扭曲上帝话，等到伊搁较公开，要来讲起耶稣基督的真理。后来伊也讲起，人若拒绝耶稣的福音，毋是福音本身出问题，嘛毋是传福音的人有问题。可能是听福音的人，去予这个世间的心灵、世间的快乐加遮盖，予因看袂到真光，无愿意真光进入因的内心。这是保罗一开始先为家己的心路历程，甲咱分享，伊是一个怎样真实公开为了真理做见证的人。接续落去第七节，会使讲是这段经文上关键的经文。短短啊一段，保罗伫遐讲起，咱不管是传福音的人，还是接受福音的基督徒，咱的信仰的本质是甚物？保罗讲，咱是土造的土器，不过内面已经有宝贝。这个宝贝。予咱即个敢若破碎，吼，敢若真有限，讲落到喙齿的即个吐气，却会当产生极大的能力。所以伊讲的即个吐气内的宝贝，会当讲是一个非常水的画面。即幅图后来真侪人定来用即个来描写基督徒的身份认同。咱哪亲像普通平凡的土气，总是因为有得到耶稣基督这个宝贝，咱就得到极大的能力，要让咱知影，咱是属于上帝人，唔是属于咱家己。而且真清楚，保罗用宝贝甲土气做一个真趣味的结合，嘛是对比。宝贝当然是指耶稣基督，土器就是咧指承接这个基督的这个人，还是这个工具，吼，会使讲指咱，嘛会使讲指福音伫咱身躯顶所完成的工作。除了这种土器甲宝贝这种的表达方式以外，有的学者佫用另外一个表达方式。予咱会当看搁较清楚，也保罗伫遮个譬如，就是敢若用土器做个钉台，钉头却会当钉
点迄个灯火，互光通显明出来。所以咱看见陶器内底宝贝，直接看是即个意思。若讲光照出来，阁有即个意涵伫遐。破碎的陶器，却会当承载真理的光，互真理的光通过即个陶器，会当照出来。啊，是像拄啊学者讲的，咱想象敢若一个古早人使用的灯台，灯台虽然是陶器，却会当承载灯火，互真理的光照出来。这段经文对咱有甚物款的意义？我想非常有意思的是，伊予咱会当搁一届搁较清楚看到咱家己的信仰身份，做基督徒的一个信仰态度。而且我借用啊，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啊，美国长老教会的牧师，也是一位神学家 Brown， 伊捌写一本非常出名的册，叫做《新教的精神》。新教的精神，基督教的精神，特别咧讲起宗教改革以后，即新教，因上特别的精神是甚物所在？伫这本册内底，伊咧对照新教甲另外两个无共款的传统，一边是天主教会，一边是后来行更加激进的即个小派。伊发现讲，这三个无共款的传统。那亲像对保罗讲的这个譬如有无同款的境界？大圣，伊讲传统的天主教会，可能到今仔日要有同款类似这种特质。天主教会也好，东正教也好，因为有真大诶教会诶资源甲关系，伫过去至少是安尼。所以当因经验到耶稣基督做宝贝了。煞未记得家己是土气，俩做讲因家己已经会当代表宝贝，真做宝贝。换句话讲，看家己已经是做宝贝。好，这是 Brown 提出来一个挑战。确实，咱想想天主教会古长以来迄种的阶层的制度，规个权力的中心集中伫一种。三角形的结构里面，那像愈顶头的人就愈接近上帝，愈顶头的人就愈会当代表上帝，到最后教宗会当讲伊就是基督伫地上的代表。这种信仰态度嘛，表现伫东正教类似的这种教会的制度里面。所以不让讲天主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把宝贝、把土气变作是宝贝，把土气变作是宝贝，未记得家己还阁是土气。另外一方面，哦，咱会记得拄拄啊退休的这位教宗，哈，本土十六岁，确实真侪人常常看伊做类似是安尼。哦，真有权威，讲话真强势，吼，让人感觉讲，那真像伊在讲话，就是敢像耶稣在讲话同款，吼，这是不让在批判一种可能的危险。今仔日新的教宗，让人较侪新的期待，吼，真侪人对伊有五万讲，伊带来一个无同款的教会的气氛，吼。另外，上面。不让讲小派教会有另外一种危机，咱拄过这小派教会非常熟练，信仰心态非常的纯洁，追求熟练的真理非常热心。总之，小派有一个真大的挑战，就是因建立一个新型的宗教团体，掠做家己活伫宝贝世界内底。因就甲土气的世界，敢那甲放弃，啊，种甲土气的世界，甲放无去。不然安尼讲，天主教会将土气变作宝贝，小派
有宝贝了，全甲吐气甲献杀去。话即过来讲，小派的问题可能袂记得，因要活伫即个世界，必须面对即个世界啊，面对家己本身是吐气的本质。无同款的小派，咱看见因，互咱看见真通献身，迄种属灵的活命甲团体生活。总有另外一方面，因却甲即个世界那真像是脱节的，也袂记得家己要够有吐气的特质。所以，不让倒转来讲，咱做一个新教的后代，咱要真珍惜保罗的这个道理。就明知影，咱因为有宝贝，所以咱这个吐气的活命得到更新，得到提升。咱是有限的人，破碎的人，有罪的人，因为经验着耶稣基督做咱的宝贝，互咱产生快乐。改变咱的体质，咱会当不断更新成长。总是不让讲，唔通袂记哩。有宝贝吐气，有缘是吐气。咱无袂记哩，咱家己有缘是有限的人，是破嘴的人，是不时讲着过会吹气的人。所以咱需要继续活伫上帝稳定内底，继续不断甲耶稣基督保持这种的关系。咱是有宝贝，总是有缘是吐气。最近也有一挂学者咧检讨咱今仔日非常伫咱个全世界拢真影响真大个灵魂运动，嘛带因对因带出类似个一种个检讨，就是讲灵魂运动个形态教会经验着圣神个。经验了后，那亲像嘛，俩做讲，这个宝贝就是人一个人得到的，也容易去忘记你家己，游玩活伫现实的世界内底，那像也要甲吐气，甲放一边去安尼，吼、哦。这种的检讨，拢是今仔日值得咱去深思的。我特别要借用美国神学家。也是长老教会真要紧的一个牧师 Renhold Niebuhr， 伊留予咱一段真水的祈祷文，真侪人真爱伊这个祈祷文，甲伊放伫一个牌匾，放伫壁咧，放伫家己的桌仔头前，成做信仰的提醒。Niebuhr 的这个祈祷文，就面予咱看见，咱是有宝贝，人产生快乐。更新力量的基督徒，总是另外一方面无袂记得，咱有缘是吐气，是不管是就可能个讲嘴会平凡的人。你背的这个基督文内底安尼讲，上帝啊，赏赐阮稳定，互阮用平静的心接受遐个袂当改变的代志。上帝啊。想出阮勇气，互阮去改变遐应该改变的代志。总是上帝也恳求你想出阮智慧，互阮会晓分别这两项。非常水的祈祷文，讲起咱活伫一种稳定、勇气，另外一方面，伫咱的有限的生命的一种的紧张的中间。咱永远会记得，咱是有宝贝的吐气，总是这个有宝贝的吐气，有缘是吐气。甲咱讲了解了，接续落去保罗就讲出，因为有这个宝贝吐气的这个信念，伊讲出伊的人生的哲学，也是伊的信仰的一个态度。伫第八节到第九节，伊拢总。讲四句真水的话，这四句话听起来真像，总是每一句各有无同款的内涵。我只用上新的台语圣经的译本啦，哈，甲咱拄啊读的淡薄仔无同。第一句话，保罗讲，所以阮
常常拄到各款的困难，毋过无屈服。阮常常拄到各款的困难，毋过无屈服。即句话，中文圣经翻作四面敢若去用包围，总是袂去用困掉咧，吼，袂讲无路通行。讲到保罗讲到这段话，我想到德国出名的传教士 Albert Schweitzer， 咱知影伊有真侪身份，伊是牧师，是铁学家，是神学家，是传教士，是医生，伊嘛是音乐家。当时去到非洲做传教士，啊，非常辛苦。底下渐渐建立伊个园区，伫即个南巴伦即个所在，帮咱最最需要个人。总是为着要建设即个传教区病院个设备，伊就爱几年一届去欧洲各所在去演奏巴哈个音乐、管风琴个音乐来募款。我读到伊个故事。讲起伊拄拄啊开始要练琴，无琴，伊个piano还袂载到非洲去。伊要安怎练琴？伊伫家己个食饭桌顶头啊练琴，伫餐桌顶头练琴，常常 pipe organ 安尼练琴。只有登去澳洲，才真正会当最后做最后个练习。小孩子即种。小故事，予咱想起保罗一句真水的表达：虽然拄到各款的困难，总是袂到无路通行。第二句话，保罗讲：拄到绝境，毋过无绝望。这是新的翻译。拄到绝境，毋过无绝望。心内拄到恶担当，一种的艰苦心。心内那亲像低调嘞，行袂过，吼真郁，吼咱讲真郁，郁到最后，强要绝望，总是无抵到绝望，未失望。吼，即句话，我想起咱北部初代传教士马街，来到咱怎啊徛起的即个北部的土地宣告。拄到足侪困难，咱这少年27岁时阵，拄啊到台湾的马街，偌久有学生带学生四界去传福音工作，非常辛苦，爬山行过遐艰苦无路开路，暗时常常困伫迄种无厝顶的所在，那落雨淋到规身躯。阿甲淡糊糊，伊个学生足侪比伊搁较早就绝望。学生对伊一两礼拜就离开。马街伫家己个日记内底安尼写，伊讲我虽然拄到遮困难迫害，总是我毋捌对上帝失落信心。伫日记内底，几下个写这段话。伊讲，因为咱的主耶稣对人的应允，毋捌无实现过，拄到绝境，毋过无绝望。第三句话，保罗讲，受到困逼，毋过无受放散。这句话嘛真有意思，内底无主词啊，无主词，但是咱。在读的时阵，知影伊是有主词的，把主词加入去，即句会使讲，拄到人甲阮困逼，毋过上帝无放杀阮，吼，人甲阮困逼，总是无受到上帝放杀。即句话，互我想象到宗教改革甲罗定马丁的经验。伫宗教改革的时阵，伊几若届回想。
伊会拄着足侪个困境。伊讲最严重的一个就是，伊秘伫山顶的一个城堡瓦特堡，伊经历过毋捌有的心灵的黑暗，甲迄种低调吼低潮。因为拄啊进前无偌久，伊面对教会甲国家的审判。审判官甲问一句话：“路德，你主张圣经的权威，教会无权威。啊，过去1500年，阮讲教会内底即个信仰前辈讲的话，敢讲拢唔对吗？你敢敢讲只有你对吗？”即句话，逐天暗时就伫伊的梦中浮现伫伊的脑海内底。落地，咱知影审判了就改用老翠秋改名，秘伫即个瓦特堡吼，咱看见即山顶即个城堡内底，两冬外的时间，秘伫即间房间翻译圣经，要将圣经翻做德文，予所有德国人会当家己读圣经。在这个房间内底，孤单一个人经历翻译圣经的过程，总是内心审判官的话一再浮现。路德，你敢真正相信只有你是对的？在那个中间，路德经验到所有的人，哪亲像拢离开伊，弃杀伊，总是伊知影上帝并无放杀伊。每一次在翻译圣经，伊对上帝话重新找到盼望。最后一句话，保罗用的话嘛真有意思。伊讲受怕倒也无失无，吼，去用讲倒总是无死去，无失无去，无散去，吼，性命无无去。我真爱一寡英文的圣经的翻译，把一句话翻作讲 "knock down but not knock out"， 这是真趣味的一个翻译。敢那咧，咱讲敢那咧咧拍搏胜股吼，咧拳击场咧拍搏胜股，一个人去用拱倒落去，总是无出局，伊无判无放弃，无出局。好，那亲像诶，伫小拍倒咧。总是倒落去，无代表已经输出局，犹阁要爬起来，犹阁想要爬起来。虽然拄着困难失志，总是无绝望，无出局。好，即几句话，互咱倒转去想保罗，为甚物会当发展出即种的人生的哲学？咱听这话听了，可能有感觉讲，有一点仔像励志的作品在讲的，但是保罗在讲的不是励志的作品，保罗在讲的是一个信仰的见证，伊家己亲身的经历。面对种种的挑战，伊虽然是一个土气，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宝贝在伊身躯顶，伊就未失志失望出局。所以最后，第十章到十二节。保罗讲出伊最后的秘密：土气有宝贝，这个土气就无同款。迄无同款伫呾，咱一个月前拄拄好庆祝过华节，毋知影咱各位兄弟对过华节咱安那去体会？过华的信仰其实是无简单的信仰。国外信仰在讲的是一种出世入生的信仰，出世入生的信仰，你经过死，还可以让行起来、活出来，经历过死亡的经验，会让重新经验到生命的盼望甲快乐，出世入生。保罗因为甲耶稣相拄，伊的信仰体会。予伊对耶稣身躯顶也体会到这个真要紧的道理，所以保罗最后安尼讲：，阮身躯顶常常带着耶稣的死，
和耶稣的心也显明伫阮身躯顶。十二节，伊阁用另外一个无同款的表达讲，死伫阮，和死伫阮身躯顶来发动，和生伫恁身躯顶发动。即句的保罗是对哥林多教会信徒讲的。当耶稣的死伫阮身躯顶的时阵，盼望阮经历耶稣的死，也将迄个活命的规律发动伫恁的身躯顶。有宝贝托起，其实就是一种个外活命的见证。盼望咱今仔日通过保罗的话做为学习，特别伫个外节做完了后，咱无偌久要迎接圣神降临节。伫这个外做完中间，上奥地去学习的，就是一个个外所带来的信仰的态度。保罗今仔日的经文提醒咱，怎样做一个有宝贝的托起，上面因为相信宝贝，予咱真侪有更新的可能、有改变的可能的人。总是另外上面也深深知影，咱家己犹原是一个托起，需要继续通过信仰团契、信仰通过教会的生活、通过圣经话语的教示，帮助咱不断来活在上帝的稳定甲锻炼下面，咱三个阿头来祈祷。稳定跳堂的上帝，阮感谢你，将稳定赏赐予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予阮经验到这个稳定所带来极大的快乐。当阮经验到主你光照伫阮内面，成做阮心内宝贝，阮经验到阮开始有更新改变的快乐。总是阮活伫世间，阮犹原是土气，恳求你也教示阮，不时有谦卑受教的心，知影家己是有限破碎的人，搁较轻佻伫处理稳定智慧的快乐。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伫行人生的道路、信仰的旅程的时阵，恳求助你教阮三阿弟弟，予阮抓牢这个宝贝。虽然阮活伫土气的人生，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啊，这时咱要来唱回应诗，哈、哦，要唱回应诗。啊，这首歌真特别，这条歌的意义，作者的写法。就是甲咱讲，耶稣是头一个唱歌的人。伊唱这个歌，是用伊的死甲歌啊来唱这个歌。啊，伊歌唱了后，咱今仔日嘛受邀请，嘛真侪歌手，咱嘛爱继续来唱这个歌。所以四节有讲起耶稣唱人来，耶稣唱信心，耶稣唱盼望。耶稣唱和平，已经通过四个歌啊唱这个歌，答话咱继续来唱安尼，好，这是这条歌的一个精神。也因为安尼中才有一个休困的时间，是要让咱有一个转折。休困了，是话咱爱唱，哈，咱的骨子愿意参悟哈，请咱做伙来唱这条歌。Thank you.
请坐。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话。今奉献的诗，圣诗32第四章。请坐。咱用静默交谊来敬拜。今仔日有几位朋友对国外、等下国内，甲咱同齐来敬拜。第一位是陈兆奎兄弟，啊，照我所读到的，伊边啊，佫有写讲有师母女儿。请问，陈兄弟，你敢是牧师？请你起来，和咱用泡泡来加欢迎。有师母，各有女儿，欢迎。愿主祝福坚固你伫日本所做的工。另外一位李克奇姐妹，伊嘛是为美国回来。咱的亲爱姊妹，欢迎！还有一位庄慧君姊妹，伊是位高雄来到咱的中间，甲咱同齐敬拜。庄慧君姐妹，还有一位蔡孟山姐妹。有可能有陪伊细囝伫 B2 足球个所在，啊，咱嘛欢迎伊甲咱同齐来敬拜。啊，伊是确无福音个无道友，啊，咱确定则特别去甲伊接待。确定咱伫
啊，美馆有爱餐，咱同齐更加熟悉、更加亲睦来交际。咱同齐来关心咱诶曙光，曙光诶消息，咱来同齐来参悟，同齐来祈祷。咱先欢迎田牧师来甲咱诶中间啦吼，真正感谢伊，也是台神诶教授嘛。啊，拄啊，阮伫遮是咱诶牧师团队来甲接待，啊，伊是咱诶牧师诶老师嘛吼。啊，我拄啊拄着伊讲，安尼我要叫你啥？施主啊，就对了吼。多谢你。好。啊，第二项是咱伫5月24号拜六个顶晡10点，伫美土个礼拜堂有一个长辈联谊个活动。啊，即为着促进教会咱个年长个兄弟个情谊，先来布特别规划，有团康，有交谊，啊，佮有中道堂，啊，欢迎咱长辈来参加，为着予准备个人会当佮较顺心。啊，请爱报名，咱用小幼干事来报名。第三项是咱就牧师要受职，啊，伊个受职礼拜是6月1号下晡3点，伫即个所在3楼礼拜堂，欢迎咱全教会兄弟来参加。第四，泰泽祷告会每个月有一届，有特别的主题，即边的。主题是帮世代，时间是5月24号拜六下晡的2点到2点50，是7楼的 F03的教室。咱会当期待装备部的同工会当关心青年，以及甲学生的未来，所有的人拢来祈祷。在迄个中间，要同齐为今年毕业甲期末考的学生来祈祷。第五，咱有开拓工作的系列，第二讲要开始。开拓部所举办的，咱欢迎兄弟踊跃来参加。一记一路是伫咱遮举办的，毋是伫南港吼。5月31号拜六的早起9点甲11点15分，伫6楼空山的教室。咱特别邀请城市复兴长老教会张水贤牧师。来做咱的老师，咱这份周报内底有足济咱的时间，咱同齐代祷来参悟，请每个拢摕一份转去，咱其他的时间用心来看，用心来代祷。好，咱来吟上赞刷贝扁的诗，新圣诗第399首，吟诗刷要请题目师来祝祷，圣诗399首。Thank you.
愿上帝平安，赐给一切人所想的到的，在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工作、甲服侍，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这请坐。需要祈祷的兄弟，会当来到头前，有服侍同工，会当陪你祈祷。